系各位网友，咁就大家睇唔睇见我呢个背景啊？唉，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出海啦，好少噶啦，我十一个月冇出海噶啦，其实今年未出过海。咁今日咧，我预备讲啲即系讲啲冇咁重要嘅嘢，唔可以讲话轻松啦。咁咧就有两个人死咗嘅，我由呢两个人死咗开始讲起。一个咧就是叶选平。就係早兩日死咗咧，葉選平咧就係95歲，咁佢就葉劍英嘅長子啦。咁一定我要講過，我見過佢兩次嘅。其實有一次咧，佢已經做咗政協常務副主席，我去過佢屋企嘅，因為我朋友咧同葉家咧就好熟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屋企咧非常之簡朴，即係等於香港啲公屋咁差唔多咁嘅嘢嚟嘅。葉選平係，咁當然啦，呢個係佢。打嘅係佢，其他葉家嗰啲人咧，我個個都識嘅。其實葉靜子叫我做 uncle 啊，佢就幾兄弟啦喺香港，然後就有啲堂兄弟啦。嗰啲堂兄弟咧都係跟葉劍英大嘅，其實係好啦。先講翻葉劍英先，葉劍英咧係一個奇蹟嚟嘅，喺十大元帥入邊咧，唯一一個冇帶過兵嘅人就係葉劍英。佢一路咧係參謀長嚟嘅啫。未從來未獨當一面帶過兵。佢後來所做嘅特別嘅嘢咧，就好多係同國民黨聯繫嘅，即係呢個馬歇爾調停小組咧，就係葉劍英啊。嚇，咁其實佢選佢入去呢一個十大元帥咧，好多人咧都覺得非常之奇怪。咁啊，後來咧呢個人咧就有幾件事出名咧，就係文革呢個叫大鬧懷仁堂事件。佢鬧江青、洪文元佢哋咧就拍台，你係咪想鬥死曬我哋先至算啦？我哋啲老同志有咩對你唔住啊？係拍斷咗隻手指嘅，葉劍英係嬲到係。咁第二件事咧就係華國鋒地，後來咧，但係佢咧毛澤東係對佢好啲嘅。後來咧啲人搞唔掂咧，佢就掌握咗好多嘅軍權，佢就復出。咁阿華國鋒地咧就要拉。江青嗰時咧，就揾人同葉劍英哋聯絡。葉劍英咧，軍隊咧係應承咗唔出手。其實軍隊應承咧就唔出手啫。軍隊只要唔出手咧，汪中興嗰啲中央警衛局咧就拉咗江青，用幾條友就十幾條友就拉曬江青啦。咁佢咧就話咧，華國鋒係個好人嚟嘅。好啦，佢幾次擔保鄧小平復出。鄧小平復出咧係得。要兩個人，一個咧就係陳雲。嗰陣時咧，有次開三中全會啊，陳雲喺個小組度突然間發難，講呢個攻擊凡事派，然後咧就講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。於是哇一齊嘈起上嚟，咁啊華國鋒咧就撳唔到啦，咁而阿葉劍英咧就力保阿鄧小平復出做嘢。個葉劍鄧小平復出咧，一定會聽話嘅。咁所以鄧小平永遠欠咗葉劍英嘅。所以一日有鄧小平喺度咧，葉家咧係冇事嘅。葉選平雖然升唔到上去，但係咧都做到廣東省主席同埋呢一個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，即係管曬政協嗰啲嘢嘅，真係唔該。但係後來咧，另一件事咧。就同鄧小平有啲唔啱，所以咧佢係升唔到上去巔峰，就因為咧佢唔葉劍英咧係唔贊成罷免華國鋒嘅，因為佢覺得華國鋒咧係好人嚟嘅，同埋幫咗阿鄧小平復出。後來兩個心中有刺，但係鄧小平咧永遠都覺得咧你欠咗阿葉劍英嘅，所以有佢喺度咧，葉家咧老實講都係相當顯赫嘅，其實咧。佢哋個女婿咪做到副總理咯，呢個係好。其實葉家咧最大勢力嗰個人咧就係早兩年死咗嗰個葉選玲。葉選玲咧喺工廠嗰度咧就跛咗隻手，到40幾歲嗰時咧就入咗總政二部嗰度，就做聯絡處。呢個人係揾到錢翻嚟，聯絡曬啲紅二代，供咗。幾千個紅二代去美國讀書嘅，所以咧佢係紅二代嘅精神領袖嚟嘅。葉選玲一日喺度就照顧佢哋喺美國嘅生活嘅。
而呢個習近平上位嗰陣時咧，葉選玲咧係集結曬所有紅二代支持習近平嘅，其實係呢個係碾低薄熙來嘅一個因素嚟嘅，其實，因為佢哋覺得咧薄熙來咧太過囂張，其實葉家咧一般嚟講咧係比較開明嘅，即係比較接近改革嘅，葉家嘅態度咧係比較接近改革嘅。咁好啦，呢個就係即係葉家嘅故事啦嚇。咁第二個死咗嘅咧就是曾憲子啦。曾憲子咧就係、是、我一陣講兩個嘅 similarity 啦，佢哋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兩個咧梅縣人嚟嘅，其實係兩個咧梅縣人。曾憲子咧就係、是、屬於游水落嚟香港嗰啲人，即係白做個小販出身，然後咧就做呢個領呔金利來，嗰時靠幾個廣告咧就出咗位金利來係。咁啊，後來咧，大陸一改革開放，金利來當係名牌啊嘛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將間工廠咧就搬翻嚟梅縣。咁呢個人咧就愛國愛到不得了噶啦，呢個就出名噶啦。咁另一件事咧就好似十幾年前啦，佢嗰陣時爭啲死咗，因為糖尿病咧換腎就係排斥啊，好似大瘤咁。但係因為佢惡咁愛國咧，就俾第二個腎佢換，所以咧就拖咗呢十幾年命嘅。好啦。呢兩個人咧，其實咧就講到個背景，就講其實咧就佢哋都係客家人。咁呢個我哋中學嗰陣時咧，讀書咧就已經咧就係、是、第一課咧就講香港有咩人咧，其中一種就叫客家。咁客家究竟係乜嘢人咧？咁樣樣，客家人有幾樣特色嘅。第一，客家人咧非常艱苦耐勞。客家人咧非常好打，當兵嘅咧好多係客家人。客家人咧有好多拳咧係客家人嘅拳嚟嘅，龍形拳咧、白眉咧、周家螳螂咧都係客家拳，因為客家人咧係受主廣東啲土著包圍啊，成日咁佢哋咧成日都打交嘅，所以咧客家人咧就好好打嘅，客家人就好打。客家人咧全中國大概有幾多人到咧？大概咧有6000万人到，但系咧后生一辈嘅客家人咧，好多唔识讲客家话噶啦，即系咧被同化嘅客家话咧系面临淘汰嘅边缘。香港330几条村咧，有130条咧系客家村嚟嘅，所以大陆啲围头话咧就受咗客家话嘅影响，其实就咁解，就因为咧好近啊，呢度因为香港都系山区，系。一半三分一是客家地方，客家人又怎样呢？客家人究竟的来源是怎样呢？历史上就有几个阿侨民，我先生罗香林就是客家人，他认为是中原的遗民就走下来南方成为客家人，他的考证就一派人就认为其实就走了中原移民下来，就跟百越的人沟埋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叫客家人。一種講法咧，就係中原民族為主，溝咗一啲藏族啊，溝咗呢啲咁嘅血統落去，就成為呢個客家人，固定咗落嚟嗰種嗰、那個民嗰、那個、形態就變咗客家人。咁其實咧，近年咧就已經係有結論啊。那個結論咧就係因為咧，最後拗呢啲咧講文化風俗乜 Q 嘢都多餘啊，就係咩啊？就係用 DNA。是用丁州的 DNA 就證明了客家人大概有 80% 是北方的漢族，有20%就是這個南方的血統。其實客家人就是第一次經過5次大遷徙的，其實第一次就在東晉八王之亂的時候就開始走來南方，走去江西地方。第二次就是唐末被王朝之亂，就是走了來江西、福建、廣東中間的山區嗰度，係第二次。第三次流曬咧，就係咧宋朝亡嗰陣時候，於是咧佢哋咧北宋亡嗰陣時咧，就開始咧就主要係走咗落嚟呢個廣東北邊同埋福建嗰度。第四次大遷徙咧，就係呢一個滿清明亡嗰陣時候就四散去，因為佢哋咧就係嗰啲地方受到攻擊。於是咧就散布咗喺福建、呢、這個廣東、廣西、江西、湖南，然後咧就
expand 去海外啦，第五次大簽曬，海南島有客家人，台灣有客家人，而咧有一笪地方咧主要係客家人嘅，就係馬來西亞嘅沙巴，主要係客家人。客家人嘅祖家咧就喺石壁，福建石壁就話佢係佢哋嘅祖家人嚟嘅。咁客家人咧另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哋起嗰啲堡，即係嗰啲好似土屋圍村咁樣樣咧，圍住嚟去防護自己嘅，其實係嗰啲咧，其實咧來自東漢末年啊，所謂嘅傲嗰啲豪強咧就集傲而居，咁呢啲就係嗰啲所謂傲啦，董卓起個微傲，佢哋咧就繼承咗北方嘅方法，就用拐土起，用拐土起咧係南方人好少用嘅，即係用嗰啲泥揼到佢好實落啲水，咁嗰啲叫拐土，其實。長城大部分都是用拐土起的，這些是北方的起東西的方法來的，這個北方的起東西方法來的。當然近代這個就是洪秀全、楊秀清，這些全部是客家人，所以客家人當兵是很多的，但是客家人呢共產黨不信廣東人，他情願是信客家人，所以通常呢廣東第二把交椅的呢